屯工业区传出公安意外，一名工人臀部遭到钢筋刺穿。事发工地是上柜公司大力光正在新建的厂房，但有一名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钢筋刺到臀部，消防人员获报抵达现场，但因为伤者人在工地的六楼，就怕移动到对方会失血过多，消防人员决定用吊挂的方式将人紧急送医，而现场也因为没有设置钢筋防护措施遭勒令停工。